咱确实德云社的小演员，但是也有自己的名字啊。哦，简单的先做个自我介绍，虽然不喜欢听我也得说。您做个说明。我叫张鹤伦。对啊，张鹤伦。哎，不值一提，真是这样。旁边的这位演员隆重的介绍一下。哎，别隆重了，这是我的搭档，是郎鹤炎。大家那么两个人在一块表演很多年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说您啊，您啊。哎呦，你怎么这么高了？废话，我还有头发了呢，我还。那这两天长了。您认错人了，我不叫郎鹤炎，叫我那名字，您仨字说错一对儿，观众都知道叫什么。杨子华。哎，谢谢大家，谢大家。哎，真的，观众们都喜欢你。哎，大伙儿说实话，我也喜欢你啊。是吗，哥？对了，我们两个今天促成这么段姻缘。哎，姻缘，好不容易在一块儿搭档。哎，这头一回。对，头一回。今天我们给大伙说相声，而且我们有个主题。什么主题啊？这个主题是说给啊辛苦工作一天的人，让您放松放松。对了，这句话来说其实就有问题，谁不是辛苦工作一天啊？哎，都是劳动人民。好多观众都以为我们说相声的，不是，站台上20分钟嘚不嘚嘚不嘚啊，200块钱就到手了。嗯，那实际呢？其实是300。对。哎，谎报了100。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们也是很辛苦的熬成宿成夜的。对，昨天光弄节目，弄到了早晨5-6点钟，天都亮了，这是实话吧？创作，对，老话不说吗？台上1分钟，是台下10分钟，这是老话，没有这11分钟，这老话就错了。老话错了，怎么讲？台上1分钟，台下得10年功。不下功夫，你站不到这个舞台上来。得努力。对了，不光我们不容易啊，可很多各行各业的人，不容易的人太多了，都在努力吗？我举个小例子，比方说这个小商小贩，哦，做买卖的，哎，就不太容易哦。要不然你比方说辛苦工作一天，风吹日晒的，一天能挣几万块钱？对。这是拿着刀卖呢，是怎么着？你说那是卖肉的？对，至于不至于啊？你要小商小贩啊，也一天我估计啊，大几百，哎，也就这意思。那都是多的哦，还有少的，几十块钱的都有。什么样的呀？比方说走街串巷的那种油商啊。对了，一天能挣几十块钱吧？更苦了，而且还得吆喝着。是，他得卖什么东西，得让大伙知道啊。得自个儿宣传，一喊啊，这个。群众们都出来才知道啊，他卖东西来买这个。哎，这报军知吗？对比方说吧，卖菜的，哦，蔬菜，挑着个扁担，前后箩筐，里边10几样、20几样青菜，一口气吆出来，跟唱歌一样。哎，您给我们学学怎么样？学一学啊！哎，来，老话说9腔18调，棕绳翘扁担。哦，就是这卖菜的，来挑着个扁担，香菜、辣青椒喂。够葱嫩芹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嘞香椿儿了蒜儿嘞好韭菜。一口气吆出来，哎，周边都得听得见，有洪亮。对，这是卖菜的。是，还有一个，当然咱们上海来说啊，本地人家也有吆喝的，有地域特色的。对了，当然了，像你呀，可能就听不太懂了。哎，我上海话说的不怎么样，毕竟它有点方言。是是是，我给你学一学。好好好，你猜这是卖什么的？哎，我猜的试试。包炒米糊。哎，你看看，懵了吧？卖什么的？窜一窜。我还窜一窜，我方言啊，这个。这个我听出来了，这个是卖那个炒米糊的，对吗？米糊啊。我没想到啊，杨九郎居然猜错了。对，你猜错了你乐什么呀？你这你肯定听不出来，你别胡蒙啊。没对了呢。哎，这是卖爆米花的。这没听出来呀。你看，爆炒米糊。哎，为什么有的观众他也不懂呢？因为我吆喝的不对。哎，对。关键您这吆喝听着恶心，你不是恶心，主要人家上海方言博大精深啊。是，咱们只学那么一点点的皮毛。咱们北方人，行话叫一捏捏。对，您这《论言》《论语》这都属于这了啊。确实啊，这是皮毛。还有那个天津有一卖包子的哦，人也吆喝，我就爱吃包子。但是狗不理不吆喝，为什么呢？做商啊，人大买卖。对了，一般来说都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哦。出来吆喝是吗？老大爷居多，
哦，岁数大了，挎一小竹篮子，嗯，里边一两千个小包子，对，这把屉端出来了是怎么着？太多了，这个多卖多挣钱啊！卖夜宵老头啊，一般拿出来也就三四十个，二三十个，三，人家量大，那还得回去取去呢，那还得三四十个小包子吧？哎，对啊、嗯，而且吆喝也有特点，嗯，这个吆俩字肉包。哦，简练，这肉字出来您还能听得见啊，这包字一出来顺着空气就走了、哦、俩字差别这么大，听不出来，您再给我们学学，学学这老头卖包子。好嘞好嘞，老头上了年纪了、嗯、走道是步履蹒跚，岁数大，我给你学学啊，嗯嗯，挎小竹篮子，嗯，咱们这没有竹篮子怎么办呢？要你挎我这儿的，我呀，我怎么了？我也挎不动的，来吧来吧，我就无实物表演啊。对，岁数大了，瞧瞧这老头的状态，哎，岁数大，这腿脚都不太灵便了，嗯老头试试中医多好。这死道上怎么办呢？嗯，还有这康复训练了。你看不看？你哪那么多话呢？不是你说话，你扒了我看什么你？你小伙子，赔钱吧，没有两千万起不来。小伙子，你以为我真是卖包子的呀？行，我看出来了，您是碰瓷儿了，您这是。德云社又打人了，快欺负我们！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都多大岁数了？哎，大爷，大爷，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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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您别瞎喊，你知错就好，你知道？你别老我多大岁数上来就推我一下？我以为我练成了呢，我以为我就好好。别那么多话，我不说话了，好好的啊！哎，好嘞，好嘞，别说话了，天哪！这给我紧张的，老伴儿放心吧。你笑什么呀，老？别乐，我们瞧不起我们啊！哎，你好好的，哎。哎呀，小伙子，哎呀。你咳嗽把我吓倒了，我咳嗽都不行是不是？我没有四千万起不来啊。是，您卖包子是假的，您要上市是怎么着？你好，我起来起来，差了四千万，快起来起来，您起来吧，您起来，咱们好好的行不行？你呀、啊，别那么话，你也别那么多肢体语言，人看你还是看我呀？您别顾忌我行不行？好好的啊，咳嗽都不行，你这玩意儿。小伙子，你捂嘴干什么呀？我怕我喘气儿把你吹跑喽。咱还卖不卖了？咱？你还卖不卖了？你老顾忌我干什么呢？我这卖包，你这捂着嘴，我这包子味儿不好是怎么着？猪肉大葱的吗？猪肉大葱我爱吃。来，韭菜鸡蛋的呢还。来了，行，你别捂了。我知道，我这儿的啊。您稍微坚强一点，好不好？哎，哎呀，我不走了，行不行？我发现我走不到这儿。哎，对，再有几回我就死这儿了。我就这是直接跟着学。您好好的，这是您的洛夫，跟着学。好，对，我直接跟着学啊。你主要听这俩字儿，肉包。我们体会体会。这肉字啊，很强劲；包字这个有很虚弱的样子。对，俩字儿差别大啊。肉。小伙子，不是你了，我邀一个我成小伙子了，你躺着干什么呀你、啊、我体会到你的快乐了，你知道吗？确实、哎、那样挣钱都方便。你就学会了这叫、啊、对，咱们都坚强一点好不好？对对对，我多大我能挣四千万、啊、来光只卖包子没戏。咱来了啊，好，听这个爆肉
啊，小伙子，还有最后一个字儿啊！来来来来来，给老大爷气死了，这就死了，这就。因为我这刚有包，他们在底下爆爆爆爆爆爆的。这都是您的消费者。对，我没想到老大爷说怎么有这么多同行啊，真是，我这行业本来就不好干呐。对，死就死同行身上了啊。不容易来说，咱这学人家啊，深夜来说出来上了年纪还卖点包子，哎，对，多么不容易，卖宵夜不容易的太多了。是，各位不知道瞧见过没瞧见啊，我发现一个啊，就在那农贸市场门口啊，嗯，有一个卖东西的，哦，他这个有点特点，嗯，腰出来一大套，哦，成本大套的。而且来说啊，他这个，你说你甭管你问什么问题，嗯，话老有，哦，有趣味性，小词儿搭着你，哦，特好玩。对了，哎，你这是卖什么东西的呀？卖包脚气，哦，卖药的是吧？脚气吗？包治脚气，听我，哎，是吧？你就来我，你们这边不灵，你们上过初二，能理解我的话吗？怎么？您说的包脚气能明白吗？我知道了，外敷的是吧？他这个脚气啊，一犯了以后，你等会儿，我包起来。我头回听说脚气啊，还有拿布包起来。来，您尝尝这个，就全发出来就好了。疯了吧？没有卖那个的，包饺子的神器。这包饺子还有神器呢？嗯，有什么毛病啊？这是？对，你没瞧见吗？我没看过。要说这头发短，见识也短。对，哎，你这什么话？这叫我留长点吧。咱来一个，这么着，咱表演一回。行啊，在台上表，我来那个卖包脚气的，你就来这顾客，我消费者，对，看你这各种啊，你问题我来给你解答，行吗？各种词儿，对，我体验体验啊，来啊，好啊好啊，来一回啊，我没见过这个呀，来啊，来来来来来，这就是啊，嗯，跟大街上了，好不好？对对对，哎，走过路过别错过啊，这里的东西真不错，花钱少买好货，只为留住回头客，看一看走一走，到我这里来瞅一瞅，机会不是天天有，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你说这点小事做不了主，还真热闹啊这儿。哎，哥们儿，哎，您这儿卖什么的呀？包脚气。包饺子的。对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看那个韦小宝啊，他家都得吃水饺。哦，岳云鹏、罗云平他们包的都不行。哦，说起来还一套。都在我这儿买过这包饺气。哎，这个多少钱呀？两块钱，两块钱也不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不是，是，只卖两块钱。就您这破玩意儿，两块，两块钱不叫事儿，闪不了腰，差不了气儿，当不了房子，买不了地儿的，上趟厕所都收费呀。你来我这两块钱，你就相当上到一个厕所。行，哪儿现在上厕所还要钱呀？两块钱不多，两块钱是不多，我买了我没用，我一会儿啊。两块钱不白花，一年四季都用它。你求老张，你求老赵，你不如自个儿买一套，用完人家的还得要。大哥买了给大嫂，大嫂高兴的不得了，高高兴兴买回家，就像送给嫂子一朵玫瑰花，三年五年用不坏，还可以传给下一代的。虽然不是传家宝，但家家户户离不了，离不了。你贫不贫呢？哎，兄弟，我呀，我花钱，我买你歇会儿，这还就对了吗？啊，行，你给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哎，来一个，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哎，出啥错不好办，打上官司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不麻烦。两块钱，我至于不给你吗？我怕你这个呀。得，我自个儿挑一个。哎，不用挑，不用挑，一个爹一个妈，一个藤上结的瓜，七郎八虎杨六郎的，一个更比一个强，护家兵杨家将，拿出哪个都一样，都一样。对了，他唱《鼠来宝》啊，改的这玩意儿。哎，我问问您啊，您这玩意儿是怎么用啊？哎。我来教你来看，现场给你做示范，放上皮儿，抹上馅儿，俩手一捏到一块儿，能前进能后退，就像铁道游击队全军出击，奥利给，打了敌人流眼泪，流眼泪。我一猜就这个。不是，我跟您说呀，啊，我这人有点笨，别我拿回去我不会用。哎，只要没有神经病，大人小孩都会用。这就说我会用不就完了吗？哎，你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啊！哎，你好玩啊！你看这位大姐，心又灵，手又巧，这活干的就是好。谁是大姐呀？谁是大姐呀？这位大妈，心又灵，手又巧。大妈也不对，男的，男的，男的。这位奶奶心又灵。